雷琴独奏《牧场的早晨》。雷琴可能大家都不太很熟悉啊，就是我们在他身边啊，孟凡森先生将会为大家演奏的这一个乐器是中国传统乐器雷琴，很多在座的中国人可能不是很熟悉。它是中国民间艺人在传统乐器坠胡的基础上改革而成的仿生乐器，演奏中音量大，音域宽，并富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和表演力，还能表演很多特技。有请我们的华人二胡雷琴演奏家孟凡森先生为大家演奏一曲欢快的乐曲《牧场的早晨》。 The next song is called Ranch Morning. It's played a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instrument called Lei Qing. Please welcome.